要点啊，给个倒沙缸啊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佛法跟世间法，你给想想，差不多，动机不一样而已啊。所以一个有佛法智慧的人，他世间的事情一定做得很好，这一点要了解，因为他懂得，一个真实的修行的人，他懂得这个道理，要结缘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我等所以轮回六道者，皆有口业，或不轻言私语，便口立词，弗须假誓，言行相乖，恶报自招，历劫无免，岂得不人人悚然增道，忏惜此过。相与从有事神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口业不善，于四生六道，父母师长，一切眷属边，迷恶不宣，出言粗广，发于毁报，朋友聚话，无意而说，指空为有，指有为空，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作言不作，不作言作，如是颠倒，反天异地，自立生物，更相缠棒，言己则迷得不归，说他则何恶不往，乃至品素圣贤，才良君父，即说师长，傍善之事，无道无义，无所顾难，事有忧恶，伤行丧命，未来楚痛，永结因报，且细笑之请，便能具足无量重罪，何况苦言已加一切，众等相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恶口业于天道、人道有怨对者，于阿修罗道、地狱道有怨对者，于恶鬼道、畜生道有怨对者，于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有怨对者，众等以慈悲心同菩萨行，同菩萨愿，普皆奉为归命敬礼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近段疑佛，南无无量持佛，南无妙乐佛，南无不复佛，南无无住佛，南无德叉迦佛，南无众首佛，南无释光佛，南无多德佛，南无福沙佛，南无无边威德佛，南无意义佛，南无药王佛，南无断恶佛，南无无热佛，南无善调佛，南无明德佛，南无华德佛，南无永德佛，南无金刚君佛，南无大德佛，南无极灭义佛，南无相向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善住佛，南无不休息菩萨，南无妙音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归命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，一切三宝
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令四身六道一切众生从始觉悟，同到道场。若有身形拘碍，有心不得道者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摄其精神一切同道，受众等忏口业罪，从无始无明住地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口恶业因缘于六道中被起怨结，愿以三宝神力令四身六道三世怨怼所忏永断，所悔永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或以嗔恚，或以贪爱，或以愚痴，从三毒根造十二行，以口四恶起无量罪，或以恶口恼乱父母、师长、眷属及诸众生，或于父母起妄语业，或于师长起妄语业，或于眷属起妄语业，或于一切众生起妄语业，或复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或闻言不闻，不闻言闻，或知言不知，不知言知，或为骄慢，或为嫉妒，起妄语业，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起两舌业，受他恶言，不能复藏，向彼说此，向此说彼，使人分散，令他因苦，或因嬉笑斗争两家，离人骨肉，破他眷属，缠乱君臣，纷扰一切，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复无始以来至于今日，造其语罪，说无益语，无利益语，或恼父母，或恼师长，或恼同学，乃至六道一切众生，皆其恼害，如是口业所起怨怼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诸菩萨力、一切贤圣力，受众等今日忏悔，令四身六道三世众怨一切怨结毕竟解脱，一切罪业皆悉除断，毕竟不复起诸怨结，更入三途，毕竟不复于六道中处毒相加。从今日去，一切舍施无怨亲想，一切和合犹如水乳，一切欢喜犹如初地，永为法亲，慈悲眷属。从今已去，乃至菩提，三界果报永不复受，断三障业，除五部位，四无量心，六波罗蜜，增进身修，行大乘道，入佛智慧，一切愿海皆能满足，六通三达无不明了，得佛三密，具五分身，登金刚会，成种智果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，忏悔身口罪尽，赐复因须清净意业，一切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解脱者，皆由意业结集牢固，十二五逆必由意造，故佛戒言不得贪欲、嗔恚、愚痴、邪见，后堕地狱受苦无穷。今日相与共建心之去意诸事，亦由君之总测其成，口发恶言，身行恶行，于六道中能招聚报，当知灭身是由心造，今欲改悔，先挫其心，次折其意，何以故耳？今言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，当知结心是解脱之本，尽意是进去之机，三途俱报不来，恶道众苦不往，
然身口业出一浅，异地维系难除。如来大圣，一切智人于身口意使得不护，况乎愚惑凡夫而不守慎，若不折错，未见其善。是以经云：防疫如尘，守口如瓶，岂得不护？相与无始以来，即此一行，无名起爱，增长生死，亦能具足十二苦事、八邪八难、三途六道、轮回流转，无不经历。如是诸处受无量苦，皆由意业构起怨怼，念念攀缘，未曾暂舍。煽动六情，此亦无体，轻重恶业，无不被造。或身口不遂，心增愤毒，更相杀害，无怜悯心。若自唯有痛痒，不可一忍，彼至在他，唯恐除毒不深。见人之过，自愿宣说，自有千师，不喜他闻。有如是心，实可惭愧。有异地起称，大道怨贼，所以经言，皆功德贼，无过称讳。又华严经云：佛子若起一称讳心，一切恶中无过此恶。何以故耳？起一称心，则受百千障碍。所谓不见菩提障，不闻法障，生恶道障，多疾病障，被谤毁障，生暗钝障，失正念障，少智慧障，尽恶知识障，不乐贤善障，远正见障，乃至离佛正教，入魔境界，被善知识，诸根不具，生恶业家，处于边地，如是等障，不可具说。我等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应有无量无边称讳恶心，乃至起称不必亲足，何况六道诸众生等，及其烦恼猛毒，不复自知。但是不得为，心想则何所不念？若使得遂心意，则谁不被困？故天子一怒，浮尸万里；将司以还，空自纷扰；鞭挞垂服，有诸罪过。当此之时，何处因言？我依善戒，唯恐苦库不深不重，是异地恶通于有事，至于不免，豪见共有，未尝一日惭愧改悔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称讳烦恼，疑虑忧深，虽复欲舍，对境已发，动与恶俱，念念相处，何时当得免离思苦？大众既知其罪，岂得厌然而不改悔？相与今日肯到披尘，忏灭此罪，一个人人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所缚佛，南无月相佛，南无殿相佛，南无恭敬佛，南无威德守佛，南无智日佛，南无上利佛，南无须弥顶佛，南无智怨贼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应赞佛，南无智次佛，南无离焦佛，南无那罗延佛，南无常乐佛，南无不少国佛，南无天明佛，南无见有边佛，南无圣良佛，南无多功德佛，南无宝月佛，南无狮子像佛，南无药禅佛，南无无所少佛，南无游戏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，无量无边自在力，受众等今日向四生六道、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忏意所结一切怨怼，若对非对，
若轻若重，以结之怨，怨忏除灭；未结之怨，不敢复结。两愿以三宝力，同家摄受，哀悯复护，令得解脱。众等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以一恶业因缘，于四生六道、父母师长、一切眷属，皆诸怨怼。若轻若重，今日惭愧，发怒忏悔，一切怨怼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依三毒根，起于贪心，因于贪始，起于贪业。若忧若显，尽空法界。他所有物，起于恶念，我当取之，乃至父母物、师长物、眷属物、一切众生物、诸天诸仙物、如是等物，皆念属己。如是罪恶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有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起于称业，昼夜烧燃，一时一刻无暂休息。小不示意，便大会怒，取诸众生种种恼害，或加鞭杖，或覆尘溺，乃至驱破饥饿，悬浮忧戏。如是称罪，无量怨怼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随逐无明，起于痴业，无恶不造，无有正慧，信于邪言，受于邪法，如是痴业，皆诸怨怼，无量无边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行十邪道，无怨不结，无业不造，念念攀缘，未曾暂舍，煽动六情，起诸结业，或身口不遂其事，心增独立，乃至戏笑，构起是非，不以直心与人从事，横怀谗取，无有惭愧，如是等罪，无量无边，于六道中受大苦恼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众等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身业不善，口业不善，意业不善，如是恶业，于薄边起一切罪障，于法边起一切罪障，于诸菩萨贤圣边起一切罪障，如是罪障无量无边，今日至诚求爱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身三口四意三恶业，五逆四众，无罪不作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六根六尘六事妄想颠倒，攀缘诸境，造一切罪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又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于设威仪界、设善法界、设众生界，多有毁犯，身坏命中多三恶道，在地狱中受无量无边恒沙等苦，又多恶鬼无所事之，横暴饥渴，受诸热恼，又多畜生受无量苦，饮食不尽，饥寒困苦，又畜生人中多邪见家，心肠残取，信于邪言，失于正道，莫生死海，永无出期。三世一切众恶怨怼，不可称计，唯有诸佛尽知尽见，其如诸佛所知所见，罪报多少，今日忏悔，愿起除灭。愿以诸佛大慈悲力、大神通力、如法调伏诸众生力，令众等今日忏悔，一切怨怼即得除灭。六道四身今日已受怼者、未受怼者，愿以诸佛大地菩萨、一切贤圣大慈悲力，令此众愿毕竟解脱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一切罪障毕竟清净，舍恶道身得净土身，舍怨怼命得智慧命，舍怨怼身得金刚身，
舍恶道苦得涅槃乐，念恶道苦发菩提心，四等六度常得现前，四遍六通如意自在，勇猛精进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过去现在四生六道，穷未来际一切众生，愿以经忏悔同得清净，同得解脱，具足智慧，神力自在。愿诸众生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常见十方尽虚空界诸佛法身，常见诸佛三十二相紫摩之身，常见诸佛八十种好分行散体，遍满十方救众生身，常见诸佛放眉间白毫相光即地狱苦。又愿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已经忏悔清净功德因缘，从今日去舍身受身，不经地狱道或汤炉炭焦形烂体之苦，不经恶鬼道怀饥暴渴争喉骨腹之苦，不经畜生道常在愁命驱驰宰割之苦，若在人道不经四百四病畜生之苦，不经大热大寒难耐之苦，不经刀杖毒药加害之苦，不经饥渴困乏之苦。有愿大众从今日去奉戒清净，无玷污心，常修仁义，念报恩心，供养父母如是世尊，奉事师长如对诸佛，敬重国王如真法身，于一切皆如吉祥。又愿大众从今日去乃至菩提，达身法义，至无所谓，明解大乘，了见正法，即自开解，不由他物，一向坚固至求佛道，还度无边一切众生，等与如来俱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所有的善法利益众生的，我们都要学习啊，千万不要有那对立的观念啊，免得变成一个谤法，谤法的人还不得往生啊！啊，千万不要说哦，这个不是佛说了，这个那个不是佛说了啊！我们又说读了一些学术理论，反而害死你，因为你没有实际的经验啊。所以呢，凡是佛说的，我们都要尊重，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个对立的观念。再来67页，佛说八句平安偈，我们所做的功德。有一次有一个地方发生很大的灾难啊，瘟疫死了很多人，吐血啊啊，如何如何。那时候有一个长者就来问佛陀怎么办，佛陀那个时候在阿瑟世王那边办七天的法会，没办法去，佛陀就把这八句话告诉这位长者，你先回去贴在你们的城门，四天以后我到你们国家去。
结果这佛说八句平安记，释迦牟尼佛贴在城门以后，那些鬼，那些罗刹鬼通通跑掉了。跑掉以后，那个病情就停止了。佛陀在过了四天以后，去那边有一个讲法讲华严经，有一个讲法念大悲咒啊，所以解决就近的问题。所以哪里有灾难，各位就要念这八句话；乃至哪里有车祸，最好把这八句话贴在那个地方啊。甚至各位开车一上车就要念这八句话，就各类，这是佛陀的加持力。让啊水陆空各种众生都不要去伤害对方啊，互相慈悲，所以大家这样念也处处平安。来，诸有众生类在土界中者，行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，慈爱于众生，令各安休息，昼夜勤专精，奉和众善法。再来回向所有的众生，因为有三障，我们叫什么？贪嗔痴迷惑，这个叫烦恼障。有烦恼你就造业，身口业障；有业障就有果报啊啊，堕落三恶道，这个报障。所以呢，这个烦恼障、业障、报障要消除掉，要开智慧，要了解四圣谛因果的道理啊，了解空性。那最主要，大家发愿世世常行菩萨道。不但我们这样，我们也祈求那些被我们超度施食的众生一起跟我们发菩提心，汝等众生皆发菩提心。啊，恶鬼也升天了，乃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大家这样来回向，来，愿消三障作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